做half kilo，做half kilo，2.5公斤的瓜哦，很可怕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？就是一头羊多少钱？猜猜看，一头羊大概是12000块台币。哎，没有，1万块台币。 很好玩的。那么壮哎，这里好多人。Yes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他要来到摩洛哥，一定要找他，他可以带你去最棒、最道地、最实在的摩洛哥的好玩的地方。Welcome，Welcome，Welcome，Morocco。Yalla，Morocco，Yalla，Morocco，Welcome。